你要有这个罪名，要有查到那个金流的问题，你有持证才能够羁押。整个案件还是可以再调查的更清楚一点。为什么一开始要这么大动作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们会这么做，应该你们有证据的。那你又释放回去给他的话，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你们司法程序部门事先第一次就没有做得很完整。现在媒体一直都在各种捕风捉影，所以不是真的，我新闻已经不太相信媒体。上个星期我的家被搜索，然后被逮捕，检察官要扣押我，到后来无保请回。其实这几天台湾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深深的感受到台湾社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司法的程序缺乏了正义，太多人透过媒体在放话，理论上应该是在野党监督执政党，不过现在是执政党在监督在野党，那最麻烦的，司法跟媒体已经变成了政治工具。我希望司法有基本的公正，我也希望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希望台湾可以更好，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